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小皮肉，我住在文东，我2002年3月4号出生，我是两兄弟中最大的一个，我今年19岁，我曾经在 SMP 格达利上学，毕业过后我在 UiTM 巴塞古顿继续学习，考完试过后我有在打油站工作的经验，我能说流利的马来语和华语，这是因为我从小就在华校读书，我有很好的时间管理能力，我能够在固定的时间完成任何任务，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语言，谢谢。